小林泉它涵盖的面积比较大，因为现在咱们国内国外有一句流传比较广的话，叫做天下功夫出少林。那么我们少林寺本身来讲呢，认为说是少林功夫是遍天下，因为少林武术是来源于民间，那么也就是少林武术吸收了民间各门各派的精华，之后形成它独特的风格。那么少林拳可以说是全中国的武术，全中国的武术也可以称之为少林拳。